等一下，翠翠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能的话尽量别讲话啊。我尽量。哦。但是现在有在妨碍我任务中。你可以射一个人啊。我想说不会有人进来。你怎么会这样想？刚刚这次就跑去帮秀秀了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秀秀也是这么想的。对啊。那他当没有，秀秀是希望有人进来帮他。我还好，这个我可以。因为我现在主要是要照顾我的主机，不是要切任务。哦，对，人做坏事喽。我滚！欸，屁嘞！啊，不是无敌性能，不是无敌性能，回避性能。吓我一跳！干嘛要检举我？是不是要检举我？是不是要检举我？是不是？是你除了会检举了，还会什么？删我好友啊！完了，效果结束了。屁哟！我刚才吹过的好不好？我怎么知道没有？那一刀，我好困哦。奈斯是不是根本没有砍到啊？我觉得我是自己起来的。我刚一直都没砍到。等一下哦，装莽哎！我先吹这个，先吹这个，你走开啦！我先吹这个，好好好，上上上上上。你比我上次还夸张哦，你那把刀明明就很好劈的哦。没办法，不太爽。那锤子太短好不好？那要被扯，要被扯。哇，这只痛哦！看他真是胖虎哎。之后 PC 出了个胖虎 mod， 我都不觉得意外了。我记得我看到拉奖拿冲锋枪的那个 mod， 我看到，我没看到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是人家改那个人物模组。那可以抓了，我是说拉奖可以抓了。哎呀，丢！快丢！快丢！快丢！啊！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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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！撤撤撤撤！可以搓。那初次好心啊，像我有无聊都会乱录别人的机会什么。哎咻！那就脱离了。被带到回家求他还在开红，还敢不带回归啊？有次真毛急，再来一次。没事啊，像我都只会乱录进去，然后在旁边烤肉。抓紫毛鸡喽！啊，我又断了。对啊。龙岩没有，再去森林。怪怪的。等一下，我连到你那边，为什么？连不到，不会死定爆炸吧？没有，沒有，应该跟奈斯昨天一样。怎么了？昨天奈斯也是突然进不来。哦，我开台的时候吗？是。
这个啊，看到那个了，辣酱进化，我看看，帅，白痴哦，是人物mod哦，对，我刚才就说人物mod啊，哦，我以为是那个别的游戏改成辣酱。好丑啊！怎么丑啊？好笑好不好？我最开始看到的是那个啥，有种星球崛起的感觉。太刀欸，对啊，一开始是太刀啊。看，那我要装。我觉得太刀还没那么好笑，这个冲锋枪变成远程武器就好笑了。不是之前不是那个，之前是那个红毛猩猩拿着枪在乱扫人，不是吗？有啊。我之前看有人跟我说那个。有人说那个龙，如果用弓的话，那个龙之意识会改成他的嘴炮。给你们看。而且那把枪也不是，那把枪也是改出来的、啊那個。对，可是重点是他也不是机关枪啊。那我记得他枪型的话，反正就只长。吵死了。哎、欸，很吵哎、欸。是。不是，就是因为丑才想去装啊。对啊，就是丑废到笑啊。又断了，为什么？好像早，我只知道早上Steam又爆炸过一次，六点半的时候。我们可以重开。分辨装备，一次给七次。巨魔之地，出发。先到啦，而且他已经不来了。嗯，啊对啊，我他很努力了，我正准备要放弃了。今天是个手游日，哎呦嘞，进来，刚讲完，是不是要这样讲啊？是，那我要放弃，不抽鬼灭了。可是我已经抽到了，只剩下一次。靠腰啊！我就是要那个啊，有没有？讲完之后就抽到啊。嗯。结果是打开宝可梦 GO。单抽太难了，虽然今天是冷的加倍。是炭治郎的加倍。今天是冷啊，昨天是炭治郎。哎，今天是吧？我看他看什么卡的，是炭治郎的。是吗？是啊，我刚刚去抽，刚刚抽过啊，是炭治郎啊。周三阿米狗结束了，我今天没有阿米狗啦。今天那款游戏我没有，所以我没有去报。结果出现的是影之蛛。我只差探探没有抽到了。又抓到一步了。探自然啊。耶、yeah!。我竟然没抓，白痴哦、喔！还好有开。我现在忙到连每日都忘记登呢、欸。你今天更新了？更新什么？没啊，不是啦，那个啦，宝可梦呢？哦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不对。怎样？不是要对服干什么、啊？什么？不是要对服？对啊，我在等啊。直接出去。用他对付再进来啊，不然这边怎么弄？也是齁。对啊，要弄江的对付。挑最丑的啊。决定啊。对付，天哪、啊！同探索中归来。啊，我又断了。对付也只能用外观 啊, 啊。不对啊，是你出来的，我还在卡在里面。嗯，我刚才出来，没关系啊，不用抱歉，没有抱歉。因为你不知者无罪，那种
硬要一直问的，我就算了，我就暴气，我就暴气，是，对啊，直接暴气了。我挨爆血现在只剩下从探索中归来。关设定，那怎么用？就一个念，从头到脚。快啊！你要哪一个？决定啊！我决定。决定啊！你就最浮夸的啊！哪一个最浮夸？阿斯特拉，然后一人一个颜色啊。魔幻舞台有没有？魔幻舞台，好、哦，我来了。那我要紫色，左色，全部更变。五四色战队是吧？彩度，彩度就跟亮度就调最右边啊。就这一整套吗？就对啊，不然你要换个郡主头跟姚一曼头那些也可以啊。拿橘色，你橘色，红色，我超红。那我看一下我的，你剩蓝色、绿色、黄色。好，我来了。啊啊，武器要一样吗？要哪一个？绿的发光，又好打啦、啊，片手或是双。不用啊，你用钩爪钩出去就好啦。哦，也是哦。对啊。啊，不知道什么武器？我蓝色好了。没有什么。你说的出来，我就做出来。我说不出来，对不起。啊、不然用冷冻大剑嘛。啊、哦，好啊，来啊。要配装了是吧？不用配装啊，就是冷冻大剑加。可是冷冻大剑有没有加防御啊？我记得有哎、欸。冷冻大剑，哦，没有哎、欸，好，哪一把、啊？冰雨啊，冰奇雨啊，奇雨的，你没有啊、哦？没有，去做啊。哎、欸，还在菜。我那把怎么不见了？我、哦、找到了。我把大剑看外观杀伤力就先加五十了，你还不做？杀大鬼！跟是哪一个系列的、啊？它不是系列啊，它就是冷冻奇鱼啊。之前活动的，你有没有打那个啊？这条鱼不适合觅食，还是什么禁食？他一定有打啊！我们在解成就的时候有打两只鱼的啊。他只是没有那个做出来吧？大剑最下面，最下面，哦，宫殿那个，不是上面那个，是宫会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冷冻鲸鱼，还敢不做？一条鱼，还敢不做啊？把。最强大剑呢、欸？我跟你讲，是一只鱼可以把古龙打成，看到都全懵了。哎、欸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买那个战队的那个动作？要什么动作？来，你说了出来，我就有。你有买哦？哪一个动作、啊？战队的动作啊，那个要额外买、欸。黑色有人选吗？哪一个战队的动作？就是那个啊，很像那个啊，金刚战士的啊，还是什么的？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没买啊。啊，你说那个拉，那个怎么说？我的惊爱啦！买给我啊！只是、啊，我当然是买给自己啊。那、啊、不是没在怕、啊。我要买给自己，没在怕、啊。一个红色，一个橘色，一个紫色，看你要什么颜色。我已经黑色了。整只都黑。啊，它黑色就是看起来就比较像蓝色。
啊，按错。一号。三号啊，他刚不是要打那个明波？哇，还对吼，哇塞！哎、欸，我在看你说的那个是哪一个？什么战队的？是哪、啊？不是一个动作。对啊，哪个动作？我在看。他的标题就是好像有结印的、啊，我那天不是看了半天，有结印啊，有个动作的。哦，令甲的那个是不是？对。我没买、欸，我买的是另外一個。我也没买，我是买猫咪的那个、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接了这霸杀，哦，金狮子小心呢、欸。打完了，打完了，你没有吗？哎、欸，我有啊。先打雷狼啊，我有雷狼。嗯，走啊，去死啊！星球崛起、啊，去死去死。啊？雷狼，自杀队。我身上出了一把大剑士，其他都空中。啊，我放我。哎哎哎哎，我放了、啊。抱歉。啊。啊，都是小的，小的就够了、啊，可以吗？哦、可以耶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就很小，对啊，不行，好白痴哦，哭啊，靠近一点，然后小的扎不远。哎，恐怖声音呢？叮叮叮！然后哦 ，HDD， 我感受到你掉帧喽。我？就你啊！我看到你会瞬移耶，还不检举你？真的啊！我真的检举你哦。哎、欸，我外面没事啊，我后面看起来很正常。好了，我们要回复，不能让，操，挖什么？我们战队一死完就有人走了，接离线哎、欸。谁？你哦？对，没错。哇，没关系。今天真的今天也是不适合的概念。他不适合我们的战队，被剔除了。雷狼怕冰吧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战斗员要开始变身了。哎呦，雷狼在哪里啊？你只给打。怎么那么多？找到你喽！下，我没有换道具，还敢空啊？找不到我的密钥，发现我怎么只有三个东西在身上？你说爆桶吗？没有爆桶也没，剩大便吧，异臭蛋、闪光蛋什么的吧？不是剩花空一装、转身一装跟。你也太空了吧！
化工一装转成一装跟魔刀没了。重来一次。冰咕噜冰咕噜冰冰。劝你不要炸我、哦。好，我炸。啥东西哟？哪里人嘞？ラーちゃんです。哦，雷浪大智大智。小紫山晚安。嗯，已经有开打了。还没啊，我在等你啊。我开打了的。哦，撞墙了。他先打。啊、快快快！奈斯是不会跳啊。我的长枪已经饥渴难耐。我刚才一死完就听到这样的声音，不用等我啊，还可以再撞一次。嗯，好，你们加油。什么？我们加油？我还是要等你，我才能吹啊。好，我来的快速的，换完装备。拿死我！睡吧。不用，我要睡了。我来啦！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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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厉害吧？我用那个什么？我用笛子的柄敲到你。哦，好，敲要啊！是他打，又不是我打的。啊，可以开吹了。太多啊，他也不高兴。嗯，我靠！他用肩膀撞我，不要碰我的肩膀。以前玩偶游戏你有看过吗？网络游戏，玩偶游戏。我想说，以前网络游戏你有看过吗？我想什么网络游戏？什么？网游戏我没看啊，没话题。哎。那个很好看欸，对啊，你知道女主角叫什么名字吗？你跟他讲苍田渣男。什么苍田渣男？他就你说苍田渣男渣男渣男我秋子老师吗？哥的那个吗？什么秋子老师谁？等一下，没石头，没石头。不是秋子老师。谁啊？谁秋子老师？我好像是个苍田渣男那个雨山秋人加村子城，是不是齐船？哎，我齐船，我有看到，他到了。哦，扔大便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扔雷狼龙大便。啊！啊！我要弄死了。你怎么了？他一直打我。麻痹，打死我！哎，别跑啊！黄眼呢？有懂。哎呀，我每次觉得那个一扒下去，脖子都断了呢。我要求有那种脖子折断的音效，趴下去。这样伤害力才够高。什么毛病？路可以骑哟、哦，嗯，可以、啊。你看他并不让你骑啊！霸王硬上弓，我被他甩下来了。因为你臭啊！来，走不到哪里，我疯了。叫你撞你不撞，硬要找，啊、直接找我。啊，我找到了，你看，你花了十秒钟在找那个，我们可以花十秒钟干嘛嘞？喝水。是。那还真是蛮厉害的。是不是？还可以再撞一次。哎、欸，不要这边。好，我下来。我靠墙了。好。啊，他可以在那边蓄力。
人家用虚力的，过来，啊，直接吼了。发布阵。啊。啊就。来不及。哦，他看到那三个火堆，他很怕，他不敢靠近这边。好，野兽的本能不敢靠近火，他会觉得说这是什么东西，好恐怖哦。大火葬场。然后就在中间做法，我在这边为你们演奏乐器，加油！哎呦，我去，我出来塞。阿干，你等一下。我被连续吃两次。啊，你趴好，你趴好，你趴好。我觉得笛子应该有那种日本那种加油的旗帜，因为它左右按也很像啊，还有那个斩击斧也是，很像。加油！我挥给你们看，有没有很像？这样。哎呦，看，等一下，他不让我看。你们让我表演一下嘛？这样。啊！加油！这样子有没有？加油！哎、欸，啊，两只狗狗，两个纯狗，哎、欸，我在地板上来，哇，他跑去接大便呢、欸，天啊！啊，我认真完了，看，厉害吧？啊！爬好爬满，强踏式，可以撞了。要开学了，感觉时间过好快，早该开学了，只是因为有事情才延长，不是吗？啊，开学要做好安全措施呢，不是安全措施啦。我要讲什么？听起来快。戴套。为什么听起来快？戴手套。不知道怎么讲，戴口罩。那我废话，那要做那叫什么？做好什么？防护准备啊！防疫措施。防疫措施，防护准备。防疫设备，也不是设备。反正不是防护措施就对了。哭哦！哭啊！暑假变短了，没办法、啊，放掉了、啊。代价，代价。对啊。这个预知价值呢？对啊，这就是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借贷，跟银行借就是还利息。可是哎、欸，但是这至少没有利息哦。哇，玩尾巴了。没有利息的借。哈，还要还哦？还跟你借钱干嘛？哎、欸，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啦？啊、狗狗有特别的情感。喜冤家。啊！我靠！跟你一样哎、欸，从后面都不讲一下的。欸